致敬所有正在逆境奋斗的孩子们。人生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旅程，在旅途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，这些困难和挫折就像是游戏中的关卡，阻挡着我们前进的道路。但是请不要害怕逆境，逆境是我们成长的机会，让我们勇敢地迎接挑战，在逆境中成长，在奋斗中成才。当我们在逆境中奋斗时，我们会变得更加坚强、勇敢和智慧。我们会学会如何克服困难，如何解决问题，如何与他人合作。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技能将使我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。魔王越强大，击败魔王后的收获就越丰厚。当你把人生当作像游戏一样攻略，日后看到妖怪逆境和魔王就会很高兴，因为这又是一个可以大升级的机会来了。如果简单粗暴的方法无法奏效，我们就要开始研究攻防策略，甚至是组团合作，搞清楚问题的核心，找到充沛的后勤补给，足智多谋的军师，强大的支援与道具，就能顺利升级。致敬所有正在逆境奋斗的人们，写给我最爱的孩子们。近看都是惊吓，远看都是美景，多年后回首，你会赞叹自己丰富的生命，沿途都是风景。人从来不会后悔自己做过的事，只会后悔自己没做过什么。没有努力过，何来说放弃？没有拥有过，没资格说不屑。就算所有努力都试过了，仍旧失败，也别担心，不用失意。我们在这里，家在这里。